美东地区大学生中文比赛的决赛，第十一届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纽约区的预赛。那在比赛之前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本次比赛的承办单位之一佩斯大学孔子学院院长牛卫华老师致欢迎词，掌声有请。尊贵的来宾、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到佩斯大学参加这样一个盛会。我们知道汉语桥现在已经是世界上一个著名的文化品牌，有十一届的比赛。我们纽约地区呢推荐了全世界最好的选手，很多选手呢到中国参加比赛，获得很好的名次。大家好，我是唐浅思，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二年级中文学生。我今天的话题是从繁体字到简体字。在中文学习的过程中，记住中国字是我最大的困难之一。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学成千上万的新词儿，有很多美国学生更喜欢用拼音来写中文。大家好，我叫白科，我很喜欢学中文，而且也非常喜欢学唱中国歌。中国有这么多好听的不同风格的歌曲，因为中国很大，有56个民族，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和音乐。就说人口最多的汉族吧，他有一首人人都知道的民歌，叫《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多么优美动听啊！永远不变的英雄，他就是李小龙。我从5岁起，我开始模仿李小龙的声音和动作。我我已经深刻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去年国庆节的时候，我与两个朋友去爬峨眉山，我们伴着朦胧的月色，就开始了一段漫长的爬山之旅。月光笼罩着山地，我们于是选择了一间山上的寺庙过夜。
还有性格妙丽的和尚畅谈哲学。有些人说电子游戏可以加强青少年人的想象力，甚至可以培养他们特殊的能力，可是对宅男宅女来说，他们丢失的比这些所谓的收获重要多了。白之所以被称为，是因为他摒弃世俗、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的思想，是因为他的诗具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功。非常努力，为什么总是得到差的成绩？老师，我有问题，下课以后。老师，我生病了，下课以后。我被蚊子叮了，下课以后。我有一个女朋友，现在可以。谢你们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啊，这个也感谢各位，包括我们的评委啊，多年来对我们汉语桥的支持。我不是非常的坚持，我选择李希 ，April 7。Dear contestants, although my schedule will prohibit me from attending the Chinese Bridge East USA Chinese Proficiency Competition, I did not want to miss this opportunity to welcome all of you to this exciting competition and wish you success.今天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呢，片为一席作为今天的评审。Dear Chinese Bridge Language Competition participants, there's a famous passage from on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t speaks to the root of a well-ordered society, being the cultivation and education of the individual. 另外呢，我也作为国家汉办主要的一个委托单位——留中国留学服务中心，感谢这几家跟我们联合承办的孔子学院、孔子课堂，还有纽约大学呀、大纽约地区中文教师学会呀等等这几家协办单位，